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人生的路途繁重，生最是苦，最孤单，不爱送。正对，倒对，倒对，倒对，中红面。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阮是可爱如风中，生最是孤最孤单不安松。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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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Gangnam Style。老师啊，我跟你讲哦，你做你较早吼，脑筋急转弯可能拢放袂记起来。先来讲，因为我常常吼，在啊你咧做代志的时阵啊吼，常常咧吼想到一件代志咧。什么代志？查甫人落卡。啊，查甫人落卡哦。对。落卡安怎？落卡有一项假的物件。蛋糕啊。你老师，你敢会记起来？查某人落卡，唇膏。安那啦？糖啊，糖果。哎，刚刚也无诶，无诶。为什么？因为伊身高遐。你哪有事？水饺。水饺。刚刚也无诶。刚诶。为什么？因为包皮。你哪有事？鱼饺啊，鱼饺，鱼饺，鱼饺，刚刚也无诶。哎呦，嗯哼，这我得真正，无了，没记起来滴哦，没波头嘞，没记起。鱼饺，鱼饺是刚刚无诶，无诶。安那讲？因为有包皮。对啊，他叫我来来面包皮。嘿呀，你要不要笑我去的啦？来哦。哎，知影老师最近真爱做工课的咧，啥物事啦？哎呀，因为吼，咱的鱼池有无？是哦。哦，咱的鱼池呢吼，哎，一段时间呢，那个爱来消毒一下。爱消毒啦，但消毒我无用药啊。无哦。用我用粗盐啦。啊，用粗盐会当消毒啊？哎啦，粗盐咧消毒啦。哎，来看嘛。因为我惊鱼啊疫着疫情哩。好好，咱咧讲鱼啊。鱼啊，唔是鸟啊。嘿。啊，爱呼到清澈。来，哎，老师，你个养地门啊？嗯，哎，热嘞，嗯，热哦，哎呦，这样日头做盐未啊？哎呐，哎个盐盐嘛，嗯，哎，这种粗盐嘛。噶些人拢讲啊，你咧做工课，嘴里那加一支粉，我唔是爱起吐啦。也等下食饱尔啦。等食饱，第一做工课，拢嘴嘴嘴拢还袂吐个呢。哟，啊，无紧做吼，日头佫盐出来就无法多做啊。啊，所以哦，一七早八早，老师来到学堂讲呢吼，先做粗重的，粗重的做完了后吼，食食早顿的。早顿吃完了后，去压一下压眉安尼。系啦，啊，都这工课无做袂使，啊，因为你无压哦，遐会水会袂水，啊鱼啊，
也较袂健康啊。啊，因为算讲前一阵啊落大雨啊。啊，啊，雨水拢无清气啊。无清气咧。污染啦。哎，真正。空气污染啦，落落来雨水拢上太高啦。拢生雨呀。对啦，对啦。啊，所以生雨完了后，咱的鱼啊个活动力就不怎么强啊咧。哎，当然就是安尼啊。不怎么强，所以个哎呀消毒一下。哎，消毒嘿。哦，这规包的粗盐也完也了了啊。对啊，对啊。哦，这嘛是呢，爱浪费一点啊时间咧吼。哎呀。啊，爸爸那腌啊咧吼。这大包的粗盐哦，不是小包啊嘞。这落啦，迄二十公斤的啦。二十公斤的啦，一个池底啊，全部也到空空空啊。对啦，一摆也也二十公斤啦。哎，啊，所以养完了哦，明仔在池底啊，个较清气了。哎，对，明仔伊个观念了，尤其是伊个青苔，伊个青苔会减介少，减介多下。啊，是安尼哦。哦，不过咧，有当下过年一段时间在养粗盐。有放水，唔知啥样禁无呢？哎呀，真正有影实在。阿玉啊，你有听到无啊？叫阿玉，叫阿玉啊，赶紧嘞！阿定叫阿三啊，最近起来。哎，真正。那咱拢问出来。阿玉啊，唔知我咧看咧，唔知即马有听到无咧？吼，咧眼睛看到咧，老卡啦，大阿玉啊，讲一下。哎呀，伊最爱金嘛！你看，老师，你看咧人伫遮，阿个咧挂念着学堂的工课安尼啦。阿狗哦，哎，狗狗，你看那猫咪。鸟咪，鸟咪啊！我的鸟啊，拢来含姑做伙。对，啊，因老母拢那走来吃，啊，只鸟啊，惊拢坐来吃。哟，啊，算讲吼，伊食饱了后，就开始佚佗啊，咧啦。拢坐只惊死过去啊！很可爱嘞，这小猫咪啊，咧啦吼。这只嘛是，这只，这只。哎，这嘛是只，快点哦，这鸟啊啦是手的压起来，表示讲哦，这个环境它是非常的喜欢的啦。啊，对了对了，你可以看安尼四季的佚佗，底下悠哉悠哉安尼，啊日头无晒到的时阵哦，哦伊安尼会当纳一下风的，哎凉凉啊，未歹啦。嗯，咱家鸟啊，你家有话侬我。你讲开啊，真自在啊！环境介好啊，无狗啊，也无流浪狗，无啥，无人家捉啊，你遐干呐？困饱只，食饱困饱只。人有咧捉鱼啊，人伊嘛会合鱼啊，会好无啦？哦，嘿呐，合鱼啊啦，掠虾爪啦，生虾爪啦。好啦好啦好啦，来吼，来一上。这拢看到，而且拢是呢，咱录起来啊，我咱老婆山来看一下啊。嘿呐，看嘛，咱这边活动。啊，恁看到这鸟啊，恁啊看见一公一公的。诶，成长哦，啊，如何如何，这拢个爬树啊呢？哎，啊，拢爬真高起哩啊，拢爬三四楼高起哩啊呢。因为本性，啊，鸟啊，本性，啊，你鸟见呢啊，只高爬呢，真正是这样。所以你也看吼，在饲里只吼，你看咱饲里厝，咱个爱去买什么有诶无诶啊，吼，安尼去爬来爬去，咱只拢唔免弄天然呢。好，种天然的呢。好啦，好啦，好啦，来一箱来一箱来一箱啊。老师，买车的啦，买机车，我未骑啦。哦，啊，未骑机车不稳呢。嘿啦，我拢和你拢冲啊，用咩大刀？我拢跟你冲啊。哎，都一道工要食下午茶啊，用一个像西安，咱跟你糯米的，我讲你讲倒绿豆汤来讲，安娜啦，讲咩我叫我看一下。珍珠粉圆呢？你后摆好心咪？哎，红一个啦，啊，伊迄个咖啡色的啦，啊，珍珠嘛就一粒，伊唔是一张一个安尼啦，啊，像迄一当像一个赛的啊，那我一个赛啦，啊，真正有影，啊，我食完无，啊，刚食完嘞，无啦，怎么完哦？嘿，免他食啦，你甲家己食，来啦，机车徛出来啦，机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上，好了，鬼，喂，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去，一二三四 ，good， 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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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上去，一二。三，再来一次，八，二，三。
四、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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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相信一、二、三、四，竖起来，拖出去，飘，赞，赞哈。你又打破又未得诶！因为我来讲一个 news， 哪个 news 啊？某一个朋友的朋友。哦，即摆有看较远啊？哦，还毋是阮朋友啊？毋是朋友，是阮朋友的朋友啊！大肉精。老师，你用用顿路啊？伊有一个外号，伊叫做泰迪呆啊。大号伊咧泰迪个啦，啊呆啊啦，伊咧泰迪个啦。你泰迪拢改好个啊？钱改济，啊唔过改惊无？啊，伊遐咧泰迪在倒安尼夹咧夹大刀大刀小刀。哎呀，啊那大刀小刀咧流。小刀。小大刀小刀小刀咧流啦。老师，你也教老师哦。啊，结果哦，咱讲真正严家父出教差。是安那？伊计惊无，啊有一天哦，伊低抬抬啊，身躯第一笔钱哦，总去客观的迄落女侠叫起来开查某呢。啊！开查某？开查某啊！哎呀，你是足惊某吗？啊，这就是安尼，咱讲啊，严家父出教差啦。哎呀，去互伊某抓到会安怎？温死的。哎呦，真挂掉命啦！啊，唔可，明知影这都温死的，伊嘛是同款，这人就是安尼。明知影，都怪奇怪咧。啊，都怪奇怪啦。都亲像讲吼，一个祖囝吼，一个后生祖囝大汉，啊无嫁无娶吼，啊咱做事大人后尾烦恼死。烦恼噶啦。啊，即马一个。要嫁呀！一个即马做有啊吼，祖囝要嫁出去，伊也咧好啦，安尼啦，啊安尼也烦恼，啊要嫁出去也好，安尼啦，真的是是大人。真正咧，啊所以老师，你袂使将人去是大人的心声，跟人开查某心声比呢？我唔是咧比，我将这人的心态就先啦。啊，所以开查某心态，我啷敢嫁查某囝同款个对吧？唔是。诶，因太太啦，因太太真够足，爱因翁就真够开安尼啦。我意思是安尼啦。你唔知影，唔捌捡猪屎，拄着猪漏屎。先安讲。啊，带啊姑姑啊，去偷开闸，开闸某偷开呢。伊唔是公平正义。去开闸某都拄着零件。我唔相信。哇！你从来。零件，我靠呀！这零件，真啊！姑姑啊，来开一摆，拄着零件嘛呢？啊，这温死啊！这里，今嘛一个门开开就来，警察看到，哦，原来就是阿呆啊！哦，开你呆啊！你呀，开查某哦！来来来，身份证寄出来，个资料写写呢？那个警察大人，我讲啊，开查某，不啦，警察大人，咱参详一下啦，吼，迄个。你卖给我开红单啦！啊，无咧，因你开单啦，寄等于阮厝吼，互阮某知影吼，啊，恁爸温死的。啊，我知影，恁某足请的呀，请几钟头的。我才有现金啦，啊，你要看偌济吼，我现金拢给你啊。哎呦，佮假啥，给你嘛不要紧。啊，警察讲，哦，我无咧收现金咧。袂使，反正才开单去西门立，全家 OK 来了。那我们等你，那门抢，门抢小鬼。哦，啊，今麦讲哇是啦，真正安尼咯，安尼无你顶管哦，要写啥？开查某，开查某啊，嫖妓啊，对，卖啦，参详的啦。哦，你若说写嫖妓哦，啊，我有事，好啦，不要紧，啊，无我写开查某。嘿呀，各位各路袂使去，哎，啊，无你警察讲，啊，无你讲，无要写啥？你都有影咧开查某，无咧写啥？哎，对，哎，一定落尾咧。啊，大家讲，警察电话我想到啊啦。头个有啥好想的咧？有啦。嗯，安尼啦，你甲写讲我泥巴内面咧甲灌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卖山咧？安尼卖山啊？哈哈哈！泥巴内底灌水。真巧，有影是。往泥巴内面灌水啦。啊，安尼就过关啦哦。
哎啊，因为台阶台啊，台地台啊，迄拢有咧灌水啊。所以个无要紧。所以某因某都无想啥。好啦好啦，笑笑的就好啊。关心老婆生吼，这较要紧啊。我今仔日哦，头一件工课要来关心的，是咱的血路循环的问题啊。有一个老婆生哦，住伫台中哦，伊咧甲我讲，伊讲。啊，奇怪呢！啊，阮翁吼，阮囝无，阮含阮新妇，拢久久啊吼，拢会去买大罐的迄清火油的迄吼，迄讲一几百块的啊。嗯。啊，等下阮翁食，看下去食个中风啊。哈，伊有咧清火油，有咧清火油，赶快去中风去呐，安尼。在你讲问啊，讲啊，闲啊，啊，都阮翁，阮翁都有咧食迄，迄清火油的。啊迄啊我迄迄伫对，啊侬我今去买迄足大罐的无？我讲个几百块的无？哦吼！我讲听吼，老婆生，人唔是讲吼，你食清火油的，你就袂中风。啊无咧。唔啊干啦，安尼也使烦恼，哎，唔是安尼啦。唔是你食心食。哎啦，咱安慰的尔。不，咱这食物件吼，咱爱注意啦。你咧食这个物件，你对这个物件，你爱有加减了解嘛？啊，无讲者较粗嘴，都拢放屁，安搞什么呢？啊，我来食者，我都有食，安尼啊，唔对，我都看医生都有看，你医生嘛三不定呢，哦，对唔对？嗯，你爱看是什么镜头，看什么款的医生，都唔是一个医生，甲你第八遍都综合袂够，都唔是安尼，哦，所以咱任何一件代志，拢要有观念放宽。所以有观念了，后你要放宽个健康咯。对啦，哎，即卖你甲我讲，讲因翁，你先啊开。因囝含新妇都买清火药，才去食个中央迄单位无够。好。哦，啊，过一点就是可能多无，有那也无下着恁翁食，唔是安尼，迄较代志唔是安尼咧做。嗯。啊，唔是你有清火药人食，你什么死人骨头拢肯定硬咧搞好过。嘛唔是安尼啊。哦，嘛唔是讲大一大，嘛是生病，唔是安尼。对，当然啦，袂使讲哦，恁有医生会甲你看。看你感冒，有医生会甲你看。你较寒较热，你衫裤唔敢穿，风水拢要甲淋。你嘛是同款，佮你感冒，迄唔是安尼啦。我在家己，我拢爱注意个对哇。你家己嘛爱设计啊，唔是像即马有疫情啊，讲哦来注意疫苗，做就无要紧。嗯，嘛唔，嘛是爱割火草嘛，是爱勤洗手，同款啦，拢同款啦。啊，讲着讲来，即个中风者吼，要讲下因翁算有那小中风尔。无介严重，讲话伊含我讲话，我那听有。但是就是听出来讲有中风。啊，就会蹲啦。较袂认蹲。伊就会蹲，啊袂牵扯，啊安尼甲伊讲，哎叫阿英啊，安尼咱就对。慢慢啊。嘿啦，会安尼啦。啊安尼的时阵，我来甲讲，吉玲哦，这离两个半月内是抢救的时间哦。黄金时间。哦，你那要恢复哦。就爱赶紧下手哦，安尼啊！爱讲阿边安怎？你原来遐就蛮够用啊啦。无中风哦，你食个中风，你要搁食吗？唔系啊啦。啊，迄种物件啦，无合理啦。换另外一个方法。哎，我讲一个观念方法落嚟。哦，所以在中风之后，会当去预防啊。对啊，结果人伊即马拢恢复，你看未出。有中风过。有中风过的人啊。哦，啊，因某嘛讲，哎，阮翁恢复到，还咪原来同款，我其实是无同款。因为伊有中风过的人哦，伊一定有一边的较无力，迄伊家己知尔，咱外人唔知。除非咱会知的，除非伊带一骹一手厉害啦。啊无，伊含正常人同款啦。阮有一个朋友中风了嘛，是咧跳交际舞啊。啊，你嘛看袂出伊有中风啊。但是伊家己知。啊，不过伊事实讲，伊早当时中风的时候是有那真严重哦。哦，有那要公开咧走路，有那安尼啊，真好势好溜溜会当跳交际舞。哦，啊，但是拢伫抢救的黄金时间内，赶紧来处理这项工课。哦，而且佮预防二次的中风哦。对啊，啊，安尼，伊就袂佮有二次中风嘛。嗯。那么你讲过头人讲四十嘛？中年了后。咱中年了后，咱大家人的循环拢会较歹啊，啊，活动量啊开始减少啊，啊，咱的血筋的弹性啊较袂遐好啊。对。啊，咱的肌肉，咱的腱肌嘛也较袂遐有力啊。嗯。所以。一年一年一直衰退，哦，迄你家己知，咱一年一年衰，你真无甲顾，伊咧切咧切咧足紧的啦，啊，你若有咧顾，伊退化速度较慢啦，
咱卖要带一开一手啦，啊，无讲一到初钱，就看咱六西六就艰苦啦。未使中风。来，初钱。功夫。耳孔竖开，竖到丹田金开，嘴合合，爱提肛卡针捏咧。好，我咧讲，正平一连，正平一连，倒平一连，倒平一连，头前一个也比这个较好伊。好，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开五年也无要紧啊。好好，我来开咪，徐杰，我来讲，徐杰。我能够三姐哦好啊好老师这火鸟公讲你点讲哦就出来了嘞啊出来了哦出来不是较好火鸟公啊火鸟公咩哎呀人生咪公公爱出来的人啊对啊对啊啊这么来嘞超级笑话来讲笑话啊啊讲啊正经我来讲的呢阿花啦，阿花，阿花吼，手瓜介久啊，手果安啊，伊都都钱存足济哩，啊，存足济吼，哎呀，足无伴啊，孤单啊，少年啊，五十外岁呢，嗯，还是讲好啦，无来应征一个翁吼，来做伴。翁用应征的哦，有无应征的咩？今麦拢用应征的哟，哎咩？哦，但是有三个条件。是不是要八千万呢？第一，不是啦。不是呢。第一，未使打啊拍。哦，对，未使家暴。啊、哦嗯。第二，未使拍拍照。未使未乱照。哎。去搞起来未使。第三，爱让恁祖妈会爽快。哦。无困难呐、啊。对我来讲是无困难呐、啊。啊，够有人去应征，拢、啊、无人去应征啊。拢无人去应征。现在男人怎么会这样呢都没有啊现在就是刚才有那个石头去应征石头去应征石头啊去的时候坐轮椅里面坐轮椅要去应征人做梦做翁现在他看到说喂我是在应征翁的我这不是安永仪的你在创什么你自己坐轮椅来啊我在应征啊我符合你的条件三个条件呢、欸、第一个条件你说我不可以跟你拍对啊对啊啊你说我这样我不要跟你拍我手就夹不开不要跟你拍哦哦啊第二个不可以不走、啊、我坐轮椅要走出来看我有得力呢吼！啊，第三，阿伯都甲拍，阿姐你阿伯都走啊！叫我阿第三。好啦好啦，这两个过，阿第三呢，我请这问啦，你阿这条线讲 QQ， 你会当互你做嘛不爽快？掉没？啊啊，结果嘞？阿姨讲，喂，乔姐，你会记钱嘞？恁兜住几个？恁兜住二十一楼呢？二十一楼掉啊！啊，我姐轮椅。啊啾啾啾！我没安怎去饲二十一楼？你也没安饲呀？我拢蛮是，哎呀，敢饲人家？安尼敢袂爽快无？你敢来爽快？臭屁！我正经唔正咧，我要来讲一个足正经。哦好。大家土牙公啊，因啊吼，全部拢住伫迄个小人病院啊。小病院啊。小病院啊。前一刚刚落大雨对无？
好啊，结果吼，大家落雨了后啦，吼，全部拢骑迄沐浴乳啦，骑乌啥呀，面烫全部啊，伫遐咧洗身躯啊。哎呦，得得得，辛苦啊！出去底下买迄个篮球场遐咧洗身躯。篮球场啦。哎呀，我这一定看到吼，哇，惨啊，这群人啊，吼。哎，这群人真啊。无消毒啊，消毒啊！大家拢消毒侪啊！啊，真正啊！即摆安尼落大雨，走出去洗身躯啊！对咩？啊，就看多看到大爷，看到大爷呐！大爷哦，伊伫迄屋檐下哦，拢无处理咧。顶下卡，顶下卡，所以有一个吼，这大爷吼算正常啊。伊就个问大爷讲：“大爷，大爷，大爷，安那样？我问你哦，你太无爱走去洗身躯啊？”哦，大爷个讲。一定啊！你当作我甲因同款去消炎啊！欸、咩我正常人，我也去甲因同款洗身躯呀！哎、哦欸，真正啊！你看大家烫啊，光光光底下咧淋雨。安尼、啊、你真正正常啊，对啦。我甲你讲，一定我是正常人啊！啊！一定讲啊！你啥海无要处理哈？哦啊！大家个讲哦，伊即摆处理吼，拢淋冷水，我等下处理吼，我等烧水落才处理啊！你个消毒水，真正我咧等烧水呢，消你了咧。好啦好啦，因为我来讲一个款，那个阿呆啊啦，阿呆啊，阿呆啊哦，伊咧上课，啊老师咧讲哦，讲哦，诶，有关的上帝的代志哦，上帝呀、啊，哦，迄上帝吼、哦，咱讲真正无好请，对啦，无好请你，诶，唔是你要叫伊来，伊就会当来啦，咱还心俗子，是啊，阿呆啊就举手讲，老师无影呢。上帝该好叫呢，好可怜啊！有哦有哦，你若叫伊来，伊就来啊！你叫出来个，啊叫伊就出来，伊就出来。无可怜啦！是，无你讲我听是啊，那上帝你叫伊出来，伊就出来。嗯，昨暝啊，昨暝咧困的时啊，嗯，啊，阮爸甲阮母啊咧饲妈妈啊，啊，迄阵哦，阮妈妈讲 ，Oh my God， 出来出来 ，Oh my God。厝外来流浪到台北，已经过一年。在转地上出风雷，虽然是男女日子，虽然是男女日子，永远是无停。
来，你咱幸福，甲咱有比拼，请着来流浪打拼，请着来流浪打拼，也是为前程。头拄只咧讲到咱这个啊贿赂循环的问题吼，啊，这讲袂完呢。哦，这个工课，这个代志，按张辉吼，老婆生了，按张辉伫广播界二十偌冬啊。所以我看过，我听到的、看过、拄到的，实在有够济。闽南把什么迄间怪状的一大堆，千千万万呐、啊。咱讲真正，噶因为这个贿赂循环无好，引起的，来引起啊，来发生啊，造成家庭一寡只的风波啦，有诶无诶啦，是翁仔某的，因为翁婿中风啊，某婆痛款的做伊走，即讲等解侪，搁、去共调解呢。嗯，我咧讲亲，阿个阿妈用咩变数处理呢？我真正呢，啊，我当啊，咱都做这个工课。人用请啊，咱都做会到，咱尽量去甲帮忙，这个是安尼做。那讲到这个循环无好吼，这上惊的是咱这有血人啊。哦，咱若有血人，本身若个大苦，啊是讲个有慢性病，哦，咱讲你本身个有慢性病，或者是你个有咧食薰食酒，不良习惯，咱拢爱注意些的。那个一万摆去断了一摆，啊，就去了了啊！未使中风去。我都有一个朋友吼，迄早当时阵伊多49岁，49岁做少年呢，顶49岁啦，都囡仔都等咧开钱呢。嗯。啊，厝啊厝款啊，搁爱搭啊，爱离咱高雄中船做，中国做船所，伫咧做工课呢。啊，从我都。有咧甲伊讲，我讲吼，咱大家即马来拢进入这中年啊，有岁啊吼，啊，你搁有咧食酒，啊，你本身搁有一挂慢性病，啊，搁咧食薰，我想感觉戒掉较好呢。啊，结果啊，讲啊，咱食无济啊啦，都无要紧啦。食骨啦当啊。伊拢会就是讲，迄无要紧。因为伊较早就是拢安尼啊，所以无要紧啊。那无善，你少年一二十岁啊，二三十岁可能都无要紧。啊，即卖咧。唔过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来个，这个大要紧啊！哦，拢累积起来呀！哦，这个无同款啊！哦，咱咧讲一下，一粒石头哦，你甲等你徛啊人哦，一礼拜、两礼拜过还好，经过一个月、两个月已经卡青底啊呢？有哪卡青底呢？咱的血管内面有哪同款卡血以外呢？血管内底。哦，啊卡一个分以外呢？嗯。哦，对不对？所以。我咧甲伊讲，伊都唔听话啦。有一天个中昼休困，爱到买食饭进前，你食饭人你就知工课啦，一定办了头一人工课，就分他咧，吼，啊会点咧，啊输两嘴安，足爽快，足好嘛吼。悲剧就为遮开始发生。先啦。伊分家咧，奈打客来要点分咯，总叫加闹落。物件客袂掉。奈打客加闹落，这就是已经一个信号啊。你人下物件会落个人个注意。得注意啊。伊即马按咧要扣扣来打，全劈落啊！劈落就无开咧，人来个生意便宜。结果不动脑筋，中风去呀！啊，动脑筋去。病院有甲处理，唔过，你到病房敢若五工个款。结果咧，就三样难啊！无伊啊，就是因为中风，对啊，失去宝贵个性命。所以你若想，伊才40几岁，等于50岁咧，49岁嘛。阿伯50。哎呀，你看嘛。足少年呢。所以咱即袂当挂无事牌，咱的血管就像安尼嘛。即大苦啊，你若有食酒的人哦，伊会卡血油啊；爱食甜的人，伊会卡血油啊。脂肪囤积。食薰的人，又那拢会卡。哦，啊，咱年岁有啊，咱若无咧运动，大苦人有那种会到落尾。你的血管占大颗，都变甲剩一旁啊！迄血球要怎样，当时会塌掉呢？啊，所以会老个老未通啊！老未过啊！啊，你卡，你着塌掉脚麻，塌掉手麻，塌掉阿妈筋个，哦，对不对？啊，塌掉脑中风啊！中风就是安尼来个，对啊，造成机体增肿去。曾经有一个校长啦吼，查甫个啦校长，
啊，用轮椅塞因太太，用行路哟，塞来到公司找我。哎，我这我唔捌你啦，我唔捌你。因太太是老师退休，啊，校长本身是校伊校长退休啦。啊，两个人过着退休的生活，要讲开始盖清幽啊啦，嘛盖幽，嘿，啊盖清闲啊嘛，哎对，啊，就搁领18%哩，嗯，较早。结果因太太伫厝咧种花。啊，校长伊较徛在遮，徛在菜市啊买菜，两个翁仔某介恩爱。我伊在买菜转来时，我看到因太太，伫迄个因咧住诶，像咧一本宿舍无。嗯。啊，外口搁一个门关咧嘛，所以因太太伫内面咧花园捡拾诶，无人看诶啦。伊都画未出来呢，啊，无人看啦，安尼啦。伊一个门拍开，入面看到，哎呦，啊太太，你来拍伫涂骹。哟。啊，中风。中风较紧的啊，送去病院啊。结果咧，啊，送去病院过来，都给医生处理啊。经过五冬，伊这五冬来哦，因太太从来唔捌讲半句话，干那目睭甲银的银的银的安尼尔。讲未出来哟、啊。哎、欸，我、哦、这算严重的。安尼，啊，干目睭甲银银，安尼银的银的。这算较严重的中风啊。因这个校长嘛，知因某有足济话要讲。唔过，无多通去讲，讲未出嘴，迄足痛苦。啊，塞来找我，我讲哦，这我无法呢。哦，我诶人就是安嘛，我就这，我都未信，未信你够可怜啊！哎，校长伊用国语讲啊，伊意思是讲啊，就来啊，叫我甲帮忙一下。我啊，我事实即个咱无在调咧，经过，尤其是佮经过五冬啊，已经错过黄金时期。爱到你啊，有哪样要一定爱叫我，无论如何甲帮忙安尼。哦，好啦，咱讲说纯粹要半一半要甲打发啦。哦，好啦，啊无一月这个时间啦，那这一月你恁太太啊无啥物改变嘛，过来啊。嗯。伊眼光过来，嘛无改变啊，嘛是过来啊。来，有那个咧，如果讲好啦，过一月这个时间就好啊。有那点啊，第二个月啊来，恁太太嘛是。嘛是安尼，无进步。啊，我都不爱参与啊。无进展。迄阵我都无爱参与，我讲我都无能为力，因为恁已经经过五冬啊，已经错过黄金时间了。哦，啊，佫遐严重，恁得看医生倒啊，医生有哪有咧看？安尼，伊就是要各用家己的方法安尼，啊，伊无方法啦，安尼，我都无，我第二个我都无参与啊，嘛就要讲在一个查甫人，甲太太安尼用轮椅塞个要挖出来哦，我看伊的目眶内面拢干目屎。真啊，干目油了，对啦。失望。哎呀，啊，今啊要出的时哦，雄雄哦，真正发生一件代志。什么代志诶？因太太吼、哦，转雄雄，因本地是安尼，手袂夹。哎呦，哎，有那一手有那无提归啦，快紧啊！再见，听有。哦，有法度讲话呀、啊。五年来，因翁唔捌听过因某讲过一句听有的话啦。第一句诶。第一句就是甲我快紧啊！有法度表达出来呀、啊。因翁迄校长目屎全淋落来，欢喜，足欢喜。当然唔免等到迄一天啦，哈，那不算啦。提早预防。哟，咱人拢带一骹一手啊，较你遐酷酷壮的，拢袂赴啊。对。即马足侪人吼，迄骹手硬正，倒伫眠床吼，哦，硬偏偏。啊，水果唔啉的会搞着你啊，水唔啉，水若无啉，你的血愈黏啦。所以热人更加需要啉水。哦，我热人做个老倌，你即马水分流失咯，你无补充水分哦，你的血会颠倒黏。啊，所以颠倒黏了后咧。啊，黏咱若血路循环无好，还是你本身家己的血啊较缺的人，咱较容易就中风带一家一手啊。你个太刁哈！所以你若倒里面床，哦，规身躯安尼硬偏偏的人来说你啊。嗯。迄介侪人拢落眠床较大，拢温落啊。个中风气啊。一直来温落啊。那无啥咯。咱卖好有一天啊，好唔好？预防中风，柔软血筋清除血油，预防中风这个工课，咱绝对一定要好好做。大工拢爱做。那无啥，咱有血啊，咱袂当挂无事牌啊。你有听到无？有、嗯。你看人咧运动啦、啊，咧游泳啦、啊、跳舞啦、啊，啥拢是为着循环。对。循环也好，身体就健康啊。但是安尼无够。对啦，循环也无好吼，咱讲真诶，啥物话拢免讲啊。除了你运动以外，你爱搁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对。会当柔软你的血筋，清除你的血油，安尼中风无咱的份啦哈，好唔好？好。那无错咯，来，无你就讲保庇，身体健康，吃饱你哈。那贵老师还通透。
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做好第3剂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前都要吃五百、睏五百，确定讲家己身体状况确实真正常。长辈摆有厝的人，或者照顾的人陪伴伊哦。到打疫苗所在哦，会有医生甲你评估，假使咱有啥物问题，嘛会用请教医生哦。千万甲避起来，打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就用等于厝的休困啊。等于厝的了后，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加休困，加啉水。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参照我呢发烧或超过48点钟的时阵，哦，感觉讲呢喘气喘袂离，会晕会狂，心花头跑不出来，啊，佮有全身的起疹毛，咱来赶紧叫厝的人，带咱去医生看啦。我是陈小芳，请你跟我同款，手分比起来，来去注疫苗，提升保护力。来啊！来，赶紧。永清那边的老婆山，接过来。哦，我家老婆山肉肥肉啊。好，今晚做朋友。张辉老师，你的鱼油来啊呗？嘿，那我等没付完嘞。我讲啊，鱼油足济，你干嘛去外口买得？我今仔未来，伊讲无啦，我等你吃恁的上界顶级的。咱也无同款嘞。鱼油分三顶啊？安怎分？上中下。安怎分？你看咱咧食三四米多啊，迄上关键的，咱一嘴哦，一嘴600-700都有哦。对，行情价。啊，那迄较俗的哦，一盘300块，规家伙也食袂了，阁会当做伙过住哦。啊，所以鱼油呢？鱼油在上顶级的这款，顶级，全国多离咱惠安堂较买得到的。来看这个惠安堂的哈，咱的清的，哎，顶级鱼油，好赞。我来讲老婆山哦，阿母阿弟家等一把电话。这世人，咱都哪会当食到这个顶级的鱼油？这就是咱的福报。对。啊，你若要做一个有福报的人哦，咱都要赶紧啊！一罐1000，万二啊钱啊！来一罐1000，2罐2000块。2罐2000，我甲优待一个。买2罐。送2罐。送你2罐哦。啊，你是咱老婆说，大家拢吃的起呀？顶级鱼油。即卖公司是卖咱4罐2000块，恢复原价啦。因为即卖无主动起价，无优待啦，无优待啦。你讲过咸水拢欠会欠噶？但是老婆说，因为这头一批来啊，我即卖爱甲恁讲，后一批咱都要4罐2000块啦。你唔忙啦，老师如哦。啊，今日去考个一罐，我赶快甲你加持你啦。昨天电话考通，老师给加一罐。安尼啦哈。加持好了，老师。安尼开2000块啦，五罐2000块，做小啊！我要感谢咱新北市的这个林师姐哦，林师姐来过来来抽一个，阿妈这边落啊，来抽一个哦，这罐啊，老龙香哈，咱的益生菌老龙香哈，来好来谢谢，十种专利益生菌哦，这罐送给你啦，这罐啊，这罐送给你，都赞的呀，那个英啊，安娜，你给我灌一罐，要不灌一罐，老师那已经你已经送一罐了嘞。无啦，啊人林师姐堪要送一罐，我煞袂堪的。问题你话送清一罐啊？紧啦，对咧啦。煞要对咧。靠皮，这2罐搁送给你啊？送老两箱益生菌2罐。即卖你这个非常时期哦，一定要有益生菌。这2罐袂使无呢？保护自己。哦，咱啊年岁愈侪，诶，老大人愈需要呢哈。归位。安尼20组就好啦哈。今20组才有用。安尼拢总全部7罐啦哈，卡2000块呢。小卡拉啥？20个就好。好。北部5组。中部5组，南部5组，华东平洋5组，按多20组啦哈。什么人要做第一位？0800-012-589的电话。第21位，那就无这3罐啊哦。有，来赶紧啊，来你好。喂，顶级鱼油。你买过哦？来，一双试试。今天开台一个买结束的。也要讲顶级鱼油呢，我老婆生的。来，你好，喂。喂，你好。有。我家高雄，哎，你山高雄的试试，哦，今天买拢中的啦。这个买两座，买三座可以合。来，你好。啊，你好。有，来三双，谢谢啊。今天考起来，你算买大俗货。来，你好啊。哎，你好。嘿。一座鱼油。哦，今天买拢中的啊。来，赶紧来，来四双，谢谢啊。中来，唔爱只俗货，零装嘛，无可能有只俗啊。无啊，零装无啊，你好。喂。你好。嗨。拍水滴，今麦来双顶级鱼油。来，你好啊。喂。喂。我在中。咱住伫倒？桥头，啊！今仔有加送2罐咱的老龙秀的这个益生菌哦，来一双玻璃给你保庇，谢谢啊！十种专利的益生菌哦，你无当错呀。老婆婶，嗯，这罐哦，益生菌，大细汉囡仔、查甫查某，大家拢钟爱。男女老幼，尤其是咱啊年岁有诶老大人，你即马即个抗战，对，佮更加需要伊。十种专利，有这组有这罐哦。
咱也较安心啦。当然哦。赶紧啊，看不看看，欢迎您我把叫来。你好。喂。喂。哎，你好，你好。嘿，刚刚接到秦慧仪来啊。没事，你讲来机，来机双机双，谢谢。那个时间没人讲的镜头。哎，来你好。讲的去。你好。哎，你好，你好。希望。嘿。那今天就有加上两罐咱的益生菌。益生菌，你知吼？我知。啊，来机，来一双一双，谢谢啊。啊，就加一罐定期药嘞。哎，你好。喂。你好。哎，咱到位。台南，台南啦吼，你敢买过？唔捌啦，唔捌哦。啊，你今仔出轮啊，真正来三双，无你跟你报备，谢谢啊。老师啊，出来店啊是有其他品牌的诶，顶诶鱼油要安怎办？迄个钱该歹赚啦。对。啊，人莫讨债，恁家若有别种牌子的鱼油，茫单调哈。啊，无要怎食？咱的一粒，恁的一粒，啊，甲南州的食安尼，安尼拢未拍算。啊，你该当比较。无讨债就去食啦。喂。来你好啊。喂。哟。咱住里头。林部来，你说我牛给你保证，顶级医药哈。赞，意思就是讲，今日电话靠我通啊，除了送咱这罐以外，还佫送咱这两罐哦。啊，对对，来你好，喂，喂，你好，我被收回做。袂使安讲来，一刷一刷哈。咁就是讲，买两个金刷，一杯保养锁，一刷买保养锁。今日电话靠我通加送三罐。对对对，三罐。一罐清清清啊，一罐那个。你要讲讲我好，无人会，无人会，人会火的。你一罐清清清，两罐。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哟。哎。来三双，不牛来波波，谢谢啊。来，你好，喂，你好。喂。喂。哎，你好。哎。来，二双，叫二双，二双这边啊。恭喜你，剩最后三分钟了，哪个无啊？那我先我来讲吼，今仔日。这两罐这是一罐咱的林师姐，一罐按张伟伟送给你的。咱公司是安尼，四罐两千块，另抓个绝对是安尼尔。那马仔买就安那啦。对，啊，今仔日嘞，啊，今仔日这罐是按张伟替你清楚，清，顶级鱼油。啊，林师姐一罐，咱的老两手，按张伟一罐老两手。安尼，所以你看，你要全部拢总五加二哦。安尼全部卡两千块呢。七罐才两千块。赶紧啊！来，你又各两分钟得啊。喂，来你好。喂，哟。刷卡来一刷，无牛给你保证，谢谢啊。你零刷绝对个无可能有这种个技巧啊。无可能啦。无可能啊。这敢那感情啊，我讲。哎啦。哎啦。你七罐两千块，一罐好，到了两百几块。老菩萨。来电力赶紧泡汤啊！你今晚在那干头洗啊？无啊！从这还两分钟了嘞！这个两分钟过来，三分钟后你都要回房间啊呢？都在那里？四罐。会记真诶啊！哎，你好啊，喂。哎，你好。咱住里头。六姑。来二双，六姑来，谢谢二双。咱做太太，你该买一组，我等下给翁婿吃。这未使无。啊，咱做人是大是大诶人，你该买一组，等下给后生查某囝吃。迄个老菩萨，咱早暗两粒。两粒。咱诶鱼油啦吼。对。这顶级诶鱼油，这早暗两粒，这食顶级诶鱼油食会到吼，这是咱诶福报。哎，要讲开，伊顶级鱼油就是一尾鱼啊吼，会中，干那中迄条呢，不是规尾呢，不是呀，是中迄条呢。哎，咪咪呢？来你好啊。喂。来一双，谢谢。来，赶紧啊！无啊，来赶紧，来你好。来三双，谢谢啊。这边两双，三双拢可以合。来你好。喂。你好。来四双，我牛给你保庇。谢谢啊。微信号定位。来你好啊。喂。喂，嗨嗨，哎，来高双，小姐，卡点卡莫放到你老婆身边，看我耐心嘛开。来你好，喂，嗨你好，咱到位。哇，来二双个车票，哎，这是咱每一人拢爱吃爱顶级鱼油。啊，搁一分钟等啊，来个从四罐了。哦，搁一分钟，老婆身。好，从最后靠不通的进，赶紧拍啊。赶紧。空不空空空一零，我把哥哥杀走呢，是吧？做第二决定。剩三个人客啊，剩三个人客。卸掉钱啊！哎，那个二二王啊，那咱不看好滴，杀错没人免拍出来。好，没拍。嗯。来，空不空空空一零，五百九的电话啊。这卸掉钱才蛮唔好欠。最后三个人客，这三个人客，什么人靠我报？就是你。喝酒点暗度。好，你看老外。红澳绝对人家无这种的技巧。赶紧的电脑通，空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哈，来你好。喂，嗨。我被顶机哦。好的，来一双玻璃给你玻璃，谢谢。剩两周，都两周呢，剩两位人客。你今晚有买你要单核心的我噻？我怎么你买无到呢？空不空空，空一二。五百九哈，两组，纯粹要两组。这两组吼，电话来给小姐接啦。
啊，我来分吹。但是老师，后一回阁剩四罐苗呢。咱有讲啊，咱有讲啊，咱有讲。老婆仔，你而家未使甲阮录啊，阮即卖还阁有安尼五加二。有诶，老婆仔，卢小小呢？系啊。来，一雄，一雄。一定有真侪，咱的老婆仔讲奇怪呢。啊，张瑞的公园内，讲人个如潇潇，这也无歹听话啦。这不是歹听话啊，这正讲乡土气。恁大家，哟、哦，啊那那百合什么？那要听乡土气歌，爱听咱老师讲，更加个有乡土味。来啦，什么歌啦？心情歌咯，来咱台中的玉美小姐点播歌听啊。咱的公司吼，啊，深入来咱的公司，咱的大厅，你就会看到咱公司有吊一挂字画。伊个字画写讲吼，人不肯不伸呐、啊，路不行不倒啦、啊，过不大不响啊，啊，就是意思讲吼，这个过你无怕，伊袂响；啊，路你无行，咱行袂到啊。人啊，无靠肯，伊无可能会变好啦，
因无难做歹，你无甲国庆要来变好，所以要讲开哦，现代人咧流行咧做事，起码唔管是咧选举也好，咧创什么也好，拢得爱有声势嘛，媒体传播的力量足大嘛，开店嘛，对不对？要达到着伊个目的安尼，拢得是爱你爱做事，这个是咧拍鼓，鼓声一响，声势就起来哩。啊，你若无做事，咱讲真正米酒米酒，啊，那有做事，有做事较抢手啦，抢手，啊，无做事了，米酒米酒，所以讲咧做事这介重要，总是爱透过着媒体啦、办活动啦、拍响着这知名度啦。啊，如果你若不爱宣传，搁乎你搁外敖的人，搁有外好的物件，咱讲真正天道也有限。所以这个鼓若无拍，伊都袂响哩。哦，较早个有即个。啊，若无宣传，都无人知影伊个重要哩。对，啊，这也是叫做鼓无拍袂响。但是有个人一拍，哦，拍一个响一个。哦。拍两个响两个，就像牛安尼，输一个惊一步，输两个惊两步，无甲输你拢猜得命。哦，足侪安尼嘛。哦。哎，囡仔，嘛有迄啰，有那伊也袂家己来。来爸阿母啊，就爱来做功课，唔写字话，你来写字啦，伊该写两字啊，就甲你停个。啊，你去改啦。嘿啦。改画。啊，你来画，你就爱搁里遐对呢，伊咧拍鼓，你爱里遐看伊拍呢。啊，无伊字未高见，甲你写呢。哦，对不对？所以囡仔就是有那，你无这鼓无拍，又那未响，你无甲教介绍，有诶囡仔未主动啊，无拍未使呢。啊，硬要拍，咱讲真正吼，有当时阵。你拍的有哪会转过会转拍伊呢？过，因为毕竟啦吼，人伊唔是过啦。系啊。啊过无拍伊袂响伊，啊人上好是茫当甲人拍啦。嗯。吼吼，当然，咱家己知影嘛。哦，有个人有个人就会糊里糊涂，就是安尼。嗯。哦，迄无会讲，只是讲有时阵呐，别人会以为你这是一个 A 高过，就是讲拍袂响的啦。嗯。A 高过你拍袂赢嘛，啊有个人就扛袂惊，哦，所以别讲啊，咱人就是爱互人会靠近去，啊要创新诶，啊爱像阮老菩萨就是安尼，别讲个，按张伟咧讲，伊听会落。诶，真正。老菩萨，张伟都像咧拍鼓，迄个鼓拍诶，你响起来迄个哦，安尼来，咱代志就圆满啦。对。啊，有个人唔是呢。你讲你诶，我做我。啊，听我诶啊。啊，讲你诶啊。啊，结果吃亏上是你。吃亏上是你啦。哦，对唔，这就是安尼嘛。所以，真人咧苦劝人讲哦，啊，都，迄个什么代志都要安怎，啊，咱都要共听。哎，哦，这个人，哎，你讲有道理哦。有道理，啊，咱都要共听。这就是人生的经验，卖恶。啊！你对咱有好处，啊！以后你咪当自家经验来教好咱的子子孙孙啦，就是爱安尼做。啊，较免行冤枉路。嘿啦，啊！无你看，阮家老婆说，较早欠一寡棺材本，啊，因为即马身体无好诶，啊，疾病乱投医，啊，乌白开乌白，哎呦，开了了。不管你那后生初囝，大家离遐咧反对，啊，你都健康都敢若米粉做诶，毋是安尼啦。惊你乌白开呀？嘿啦，也袂生钱。爱有对的观念甲方法，安尼你才袂去开着冤枉钱，身体甲顾会好。你短时间内，咱才会当甲身体顾好。啊，无你咱讲真正呢，迄人年岁一年一年哦，迄身体咧切足紧呢。啊，老婆生咯，你存啊钱无路用呢。啊，迄走袂走呢？啊，你钱存较济哦，咱讲真正，迄囡仔拢改不好啦。我白来，我惊改又好，卖好笑啦。你若叫我带开吼，啊，不是，你若叫我带起来，恁囝摕迄个真的钱去买假的钱来收好你。啊，不是拢安尼吗？哎呀，别当小心代志啦。啊，袂去用两块诶。伊拢去买金纸，无去买摕真钱买假钱来收好你。大家拢安尼啦。啊，即卖人无咱去落啦。我意思是讲，迄拢看袂到啊。哎，对。咱卖去甲迄落，健康要紧呀。哦，健康要。活在当下，健康最重要了。原来原来，老婆生咯。咱即阵哦，你若无赶紧好啊，甲家己顾，咱讲真正剩较济都无路用。哎，即下差讲啦，啊，即下平地啊，啊，坐轮椅人三日白日，你剩偌济受路用？哎，连什么意义嘛无？无意义。原来什么意义都无啦。咱也唔是讲去乌白乱开哦，面阿爸乌白哦，安尼咱就反对。啊，干要甲身体顾好健康的，你只要管了方法也对，你就免开介济，你就会当身体顾到介好。健康爱靠投资的啊。点讲啦？
搞的啊！你来传新闻这么啦？伊这男是连要搞到黑啦，无就弄破黑啦，啊无就无就黑啦。你做做这部伊物件偏的，画面拢无去啦，安尼啦。太污了。无，七八九空八八空啊！七八九空八八。冰冻的电力外部头，咱若要跟点我头前讲嘛，你加一个空八，七八九。空八八空，这个叫空八八空。哎、哦，啊，无要太，一通电来讲三句，我大队，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啊？简单个要明了。啊，我手要烫掉啊！小烫烫，啊你啊，哎呀，中烫烫，哎呦喂，大烫烫，哇哇哇哇哇哇！喂，喂，哎你好，哎你好，哟，他多张好有列工，来一双，来谢谢，来你好。哎、欸，张老师，哎、啊，你蔡秀娟，我蔡秀娟，有、哦，哎、欸，一路快车啊，哎、啊，休假，快车休假了，哎、欸，来拜一路哈，好，谢谢，那你好，喂，哎，老师你好，喂，哎，喂，我要点歌，我高雄，高雄什么人？黄文妈妈，啊，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要听什么歌？我来听一段青儿啊色，青儿啊色拜二哈，好，拜拜拜拜，那你好，一家秋子。拜三回啊，我诶，哦，谢谢啊，无啦，嗯，点三条，三条，你搁尽量要采，啊，老婆生咯，嗯，连工你会采介贵啊，嘿哦，你若采了唔紧张，哎呀，阿娘连工啊，点光点开条，老师你个人骄啊，点三条啊，大家拢人骄，你骗我，我你讲看卖，你又偷咧，我点三条。我嘛是讲点三条咧，真正呀！哎呦，喂，嘿，我跳拢开心就好了。哦，你好，你好。我要点歌。来，什么人？家人阿珍。阿珍，什么歌？心情海花。OK， 拜四回哈。谢谢罗兰，来你好。老师阿英你好。哎，是啊。我谢小姐。啊、谢小姐哈。我要点一首《繁华拢是梦》。繁华拢是梦，拜五回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哎，今仔点歌人较少哈。嘿呐，大家拢走一堆啊。老师啊，嗯，迄人工的采介久的，你搁尽量啊采。哟、嗯，人工看要采凉平啊，要采好平，哎，要采顶平、采下平，无咧大家采好做伙。你啊采无成，搁请师讲啊，看一个字啦，安尼巧好成咧。别再跟你巧，别再跟你巧咧，拢戆戆。来，你好，老师你好，嗨，我要点痴情大世界，痴情大世界，陈小姐哈，谢谢，伊个瓜皮头球一样，哦，嗯，安尼啦，喂，哟，陈小姐，哟，看你哈。嗯、哦，安尼啊，你的歌片头唱呀，陈小姐、啊，你今日就袂使点歌，明仔再来，明仔再点嘛啊，来你好，老师你好，哦、我黄小姐，哟，点山顶，拜六号的哈，好，谢谢，来、哦、来，罗兰罗兰，来你好，哎你好，哟，要听人生，人生呐、啊、哦，欸、你什么人？阿肯纳啦，阿肯纳啦哦、欸，哦，我系拜七号啊，哦，拜拜拜拜。那个中华阿肯啊，阿王林啊，阿王林啊，来你好，你好，你好，我要请你跟阿公你去那电话啦，喂，讲客家话的电话啦，哦，七八九人啪啪人，哈哈哈哈哈哈，好啊，谢谢啊，好，拜拜，喂哦，喂，你们，你们怎么样？王太太，哦，我问天，我问天哦，我拜拜一下。嗯嗯，拜拜拜拜，来你好，阿叔啊，哎阿芬啊，哎我点一条啊，国路的愿望，国路愿望拜九号的哈，哦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哎张老师你好，我林秀山，哦，哎翁叔卖铁器，拜十蚊啊，好谢谢感恩，哎你也看，我讲客话，报电话报到人会欣赏，会爱听，对无？哎呀。切位啊，七八九难怕怕难，掏钱加这难怕，我你念看麦，老师，啥子话？太难了，太难喂。二号的，音乐金条啊，音感啊，真强。白牡丹代表七言莲的点背歌曲。
现在我们这个癌症十大死亡排第二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是我们的肠癌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肺癌。肺癌嘛，你看现在的这个空气看多坏，你除了这个工厂的废气以外，你看车辆很多，拢污染，拢污染嘛。今天我看到一道新闻，我是来替咱解担心啦。什么新闻呢？在咱中部有一个公务人员，伊每一天若要上班吼，伊无坐车嘛，无骑卡车嘛，无坐开车也无骑多摆，无咧，伊拢用走的。好啊，伊拢当作运动嘛。逐工透早，伊逐工透早爱走十公里。十公里哦，走十公里去上班呐，走十公里。哦，但实在咱认为讲安尼袂歹咧。大家嘛讲哦，若无体力足好的人，无法度身体连作用的嘛。对，身体做滴作用。谁知啊？一走六档，一天走十公里，安走六档，走到尾安那？那个肺腺癌。哈？肺癌啊？肺癌？对啊。因为你走的时阵吼，你喘介大棒啊，你喘气介大棒。啊，你若是搁伫路边走，啊，若搁迄个地区空气搁无好，你输入的垃圾拢比别人较侪。所以你的细胞做垃圾，做垃圾，做垃圾。做垃圾嘛，迄边咧食薰，比咱的油烟搁较太高呢。所以迄拢毒素。拢毒素啊。所以拢入侵咱的细胞。我今仔看到迄新闻安尼，我先看到哇，即卖现代人真啊。拢活伫这种环境当中是可能。问题咱无喘气，佫袂使呀。对啊，啊，伊是一个勇勇的人呢。老婆山，有介些老婆山身躯顶是全全毛病，是剩半条命呢呢，一条命是吊伫半空中啊，害呢害呢。若佫拄着这个空气也无好个哦，啊就起了了安尼，佫毋是安尼尔，即马佫兼这个疫情啊。疫情，咱爱挂口罩嘛。爱。哦，对不对？啊，无迄病毒嘛，拢会落嘛。为口罩罩入去。那你同款啦。哦，为咱的。那是会替咱烦恼，咱讲事实啦。咱真吼，若无像咱都勤洗手，啊挂口罩，啊一挂介济人的所在，咱无必要去里啊出现，兼接触着一挂人群啊。咱生活较单纯呢，啊接触就是挂遮的群聚的人群。对。哦，啊，拢生活伫你家己的这个生活圈，生活圈内面，安尼第一就较比较较保安啦吼，咱较保稳啦，较免去落掉啦，较袂强胃掉。啊，万不得已若去胃掉，安尼安怎？我啊，该看医生啊。哦，无啦，当然是看医生，一定爱看嘛。啊，胃掉你若像有个人是轻症啊，哦，轻症诶，少年啊，有打三剂啊，伊的体质可能较好，伊可能轻症会当处隔离呢。啊，无病伊拢人咧，你要等到。啊，你若中症还是重症诶，佮拄到你年岁有诶，啊是佮有一寡只慢性病，我请问安尼要安怎？唔知要安怎？哦，安尼要安怎？啊，即摆医疗佮负担佮较大。所以我真咧讲诶讲。如果咱啊平常时咱的呼吸道那顾会清气，会用哦。啊，那是讲好啦，啊，就遵照派文啦，派文是我讲的啦。哎，那阮增加人讲好啦，遵照咧衰小啦，啊，就捡坏掉啦。因为病毒在对咱唔知影。对啊，啊，你这条老命要安怎？咱那我都重症变中症，中症变小症，安尼这就足厉害啊！哎，无可能变无症嘛，是不是安尼啊？那重病变轻病嘛，咱都卖好严重，这就是咱真大家拢爱救。啊，命也搁滴耶！都本来就是安尼，啊，真烦恼就是阮这老婆仔，你爱喘气啦。哎呀！啊，问题就是一寡只糖尿病啦、高血压、有慢性病、身体无好个，有中风过个，才有诶无诶人啊。即我是替恁解烦恼，你敢看迄数据落来吼，拢是一寡只年岁较济，重症诶，啊，才有较重症诶，哦，啊，一寡慢性病、身体较歹。即若去画着，迄空气对马拉松咧飞来到咱的鼻腔，无人敢，迄目睭看无个呢？人家夹倒夹穿，咱看有，咱会当闪呢？迄落物件你闪无咯？啊，你变怎？你爱家己自救，无进啊，小可人有惊死啊！走较无看看，进你倒那扫两声，人就惊了死啊！真正啊，准做那咧人艰苦要去病，进找无医生较好输啦，大家拢做无用个啦。啊，咱嘛，咱也无。代志啊，
们小块代志啊，免得去定去麻烦的一寡只遐辛苦的医生甲护士啦。哦，所以咱家己自我来医安尼。哎啦，即马即过度时期。好。哦，啊，咱大家人拢爱家家己顾好，啊，减轻减少着一寡只医疗的资源，哦，啊，互一寡有需要的人去，对啊，安尼，这就是咱要做的。那么这个时阵，咱就要为对这点。爱清洗化痰哦，细胞啊，够较用呢。你都拿细胞用哦，啊会当化痰，痰你都拿化会出来。对，准做咱若有病菌，无嘛较减较少啦。哎，那个变较轻症啊，较袂遐严重嘛。这就是咱正大家拢爱安尼做嘅工课嘛。哦，有个人讲爱用盐刷口啦，啊用什么话？用啥？南部山路。刷口是伫嘴里呢，啊！你的细胞，你的细，咱规个气管落去到细胞，迄、一病菌是安尼，只规工了就拢落去啊。对啊，对唔对？所以你刷口干那嘴呢，无法度去到你的细胞。无啦，咱也袂使讲讲会使袂使啦，迄种也无人当正确啦。但是会当个就是讲，咱家家的顾。清洗化痰，大家爱做。清洗化痰的工课加做。细胞够较用诶。但这部袂安尼老人少啦。哦，免哭，迄个就讲，你用惊死我个骗你，痰介深诶，拢查袂出来。有诶，食薰的，咧食薰的人拢安尼个，安尼个。啊，老娘娘，哦，爱人老娘娘，啊，为是过敏少，哦，啊，有种是感冒少，啊，少加细胞，恁咧少一个细胞性啥呀？安尼啦。啊，搞胃咧，啊，身高个细胞拢顶伊。细胞你烧到尾，细胞变纤维化的啦。菜瓜布啊，哎呀，哎呀，你袂使钱啊。所以老婆仔，咱即阵那是咱电卡袂掉的，哦，哎，那哎，关键就啥？迄个药食济，中药食药食济，咱鼻拢失眠哦。嗯。介侪老大人，拢安尼无？哦，太危险咩？较早阮老爸食薰啦，啊，拢会，呸，安尼拢安尼无？我甲阮爸讲，啊，让阮爸教我。阮爸，你食迄薰啊，解掉了，你不烂屁啊，规涂骹，迄人多，遐薰啊，物件夹落来，佫捡起食，都太高。吼，我用教的啊。啊，较早你食物件，唔是拢阮婆婆靠你食。有影，较早伊拢婆婆靠人食，用当时啊靠你食。啊，时代无同啊，你可袂会使。袂，我讲好啦，你若薰唔解哦，啊无我一个观念方法落你。啊！伊有那有那要公开，有那听有我的意思。清洗化痰。诶，清洗化痰，迄隔灯灯哦，用哭出来哦，拢规个痰啊乌索索，拢哭出来讲，好喘气拢大白起来啦。哎，这个人啊，喘气大白哦，这人就当火烧啊。伊有那爱吸空气啊。老和尚，我为甚物讲这人啊喘气大白，这样当火烧？你看迄人啊，咧离啊咧向向讲，哇，系啦。春节的开始啊，你差不多得要花呀。哇，还紧到上手。春节的开始啊，就是开锁锁未开嘛。那无啥咯，咱都要穿开哦大白，好，阿要大白清理花坛，好，真正就像张伟当兵兵样，好，两点钟。哎呐，这里面烦恼啦，我天帮来按张伟给你行嘞，有业按张伟给你打嘞，里面烦恼啦，好冇？好，来，母娘敢保平啊，身体健康，吃饱哩。清理花坛，大家爱做。烧酒搁再干一杯。大家好，我是田之学医师，防疫已成为你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天就让田医师来为大家复习五个防疫好习惯。第一，每日量体温，不是速就医。第二，口罩要戴好，脏污要替换。第三，正确勤洗手，不碰眼口鼻。第四，距离要拉开，病毒不传染。第五，环境常清消，空气要流通。透过以上五个防疫好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察觉身体的不适，也可以降低接触及传染疾病的风险。防疫的路上，每个人都很重要。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来啊，金龙叫无回谈好未？嗯，今麦做抢钱耶！啊，非常刺激。你讲话唔敢细声。嗯，哎，金龙叫无回谈好未啦？啊，要讲开哦，真侪咱的老婆生啊，听到金银花三字哦，对，拢往手的啦。系啦，金龙往手的。紧看一下。啊，我甲你讲哦哈。
咱广告十分钟哦，可能不到十分钟就无回啊。啊，抢无啊！来，赶紧啊，赶紧啊！回安东诶。四罐两千块，咱连讲是三罐哦哈，连讲是三罐哦，大罐的吃较贵。来啦，这大罐的啦，来啦，一罐咱的林师姐要教咱的，老龙秀益生菌，这罐是咱张惠妹送给你的啦。电话套都送你两罐益生菌。安尼，佮开一个两千块，但是今仔日这十五组尔啦哈，无啊，15组呢，15位人客尔啊。因为这较少啦，哎，这较少啦，15位人客，咱0800012589的电话哈，今啊金银花要欠半单外汇哟。咱这金银花哦，这无时间呢，你想着要甲卡都拢会使。啊，咱老大人我来讲吼，你都甲卡一时啊，啊加拿茶拿温的拿啊啉啉的，足爽快。哎呦，足舒服的啊，一个真啊，无法度形容的爽快舒服啊。哎，未使无哈。四罐加两罐。我来讲。楼顶楼卡爸爸妈妈啊，通通有。啊，你都若有肝，你都摕两罐，摕一罐，那有囡仔早去做工课的哦。那你好啊。喂。哎，你好，咱都位。一组啦吼。大了。大了，来一双谢谢。恭喜你。来，第二位什么人？喂。哎，你好。我们一组啊。来，二双，无人甲你保平啊，金银花啊。啊，听到金银花进，大家嘛小唱。喂，那你好啊。小唱老师。小唱，他叫我。万华来三双花。好家仔，谢谢。好家仔好。那你好啊。张老师你好。哦，你好你好。哎，我叫两组。我来四双两组啦，谢谢啊。出来再讲一罐多多啊好。今嘛家家户户拢爱甲藏海藏一组起来。来五双金银花来，谢谢。你那需要。五双。你那口口装装无咯。那你好啊。喂。哟。台中大里面来一刷，谢谢。哎，台中，我来讲真哦，家家户户拢爱藏一撮啊蛋出来。金银花，我无骗你啦，一定爱的。相信咱张辉啦，你若需要的时阵，真正等你需要的时阵哦，若有伊哦，好，咱就较会过关啦。来，你好，喂，老师你好，我是一撮。来，一刷，不，你有甲你报备来，谢谢啊。你看人家好内行的，佮买两撮。哎，来，你好，喂，嗨，张辉老师，哎，你好。好来金金花来三山宝娘给你保平，谢谢啊。买叫算摊掉。来你好。喂。我南港，我要叫。来四山，来金金花，来四山，谢谢啊。今仔日电话口通加送两罐的老龙秀的益生菌。来你好啊。我都。咱住伫倒？我。来一山，谢谢啊。咱益生菌有十种的专利。来你好啊，老菩萨喽。喂。嗨，我要一组。来五山金银花来，谢谢。恭喜你，你哪个当老？咱老菩萨，你爱听张辉讲。好。这组人家，这个金银花人家藏在咱厝里，咱家藏每一组藏在咱厝里。对。今麦这个抗战随时随地，非常时期。咱大声囡仔，大家拢顾会着。好。知无啦？知喏。相信啦嘛，相信我啦。特别是咱厝内底更加自保。来，你好啊。哎，我要一组。来，咱二双宝娘给你保庇啊，谢谢啊。这个买两组、买三组拢可以合金银花呢。宝娘给俺保庇大书画秀，大书画无。来，赶紧拿来，你好啊。喂，你好，你好。你好，张辉啊。我是，来三双，小姐好不？金银花哦，这要大大细细拢爱卡啦。金银花。这量真少啦，对，啊，这你看我姑姑也才讲一摆呢，因为伊量少，真啊欠半年外，曾经都无迄个回哩，欠几年啦，这个没来，嗨，你好，我要做，一组啦吼，来四山宝牛该保庇，即阵哦，咱若有责任的人，有智慧的人，有开的人，咱这金银花一定会甲藏一组当处理，要开个有，吓啦吼，逐工爱也开，一定啊，啊，你好，喂。你只要夹一撮，好的哦，老菩萨，我刚放你买无掉来一撮，谢谢啊。咱哪位靠边等下，恁个爱随看，恁个后生查某囝拢爱安尼做。康亏等下，咱嘛拢爱卡，哎，拢爱嘿。0800012589，啊，你就会记住哦。好。那个爱唱歌的吼，你甲拉一时啊，啊啊，啉啉的吼，会干干干袂干。啊，那个搞烧麦无？对。
整个头面甲整个尾，免怎咋唔看啦？好，啊你面甲尾隔壁整起无？照三等甲看，好，照三等卡看到多好看啦呢？来你看啊！来，我要买一罐。来，二山一组啦，一组一罐一千哦。来，你好，你好，来三山，无你用个你破病，谢谢啊。来，赶紧赶紧哦，来你好，喂哦，哎，嗨，来，我买一组。来，四山，无你用个你破病，来谢谢啊，赶紧啊，这边无，这边无，来你好，喂哦，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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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哎，来一双金银花啊！是谁啊？光金卡，光金卡，现在这边搞黄金卡。听着听着，金银花，大家内行的拢嘛讲哦，最好最赞。来，你好。喂，喂，嘿，来五双宝牛给宝宝，谢谢啊。今天你看我通过街上那两罐益生菌的老牛，收到一罐金银花。那内行人就对了。好，有捌的人呐，这个看涨呐，听着金银花，大家都会看起来啦。我紧笑起来。来，你好啊。好，你好。我来二山一组来试试金银花，欠会欠解。来你好啊，哎，我要金银花。来三山金银花啊，谢谢啊。喂，来你好，老师，我准备一组啊。来四山，谢谢金银花，谢谢啊。最后一个月介绍一摆，但是今摆欠会，所以含后个月分个无啦，无啥。后个月我解烦恼。唔知当时怎会来金银花？即阵你若无看个，到后个月吼，哇，啊，食咱啦，我。今摆欠会欠解。来你好。哦，那个你那个什么电视广告？来来一双一双，谢谢啊！他说什么？电视广告啦，来啦，那个金银花啦！哦，赶快剩两分钟而已哦。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个人文清得啊！看阿江，因为这益生菌哦，有十种专利的益生菌哦，一组拢个人管啦，人管的哟，一组拢个人管哈。哦，开大一来哦，足俗的呀，唔要遮俗过，连当嘛无可能遮俗啊。唔，后就咧出来，后就咧出来。三罐。这回有咱的关节就是安啦，三罐啊，今仔日有优待一罐，嘿，哦，一罐清啊，一罐咱的林思杰益生菌啊，一罐俺阿妈有啊到老这里益生菌，安尼哈，哎你好啊，我边要一组，恁在里头，板桥来三双板桥恭喜你，谢谢啊，恭喜你，来你个喂喂，啊，我一组，好的，四双无你用给你保庇，谢谢啊，今仔日送咩就赚到，来你好，对我有考虑哦，来二双二双，到这边。哦，那卡一摆就好啦。个一分钟得啊。来个无优待呀。老婆生。做第二决定。个一分钟。来个无优待呀。好多只，你一张都无开，还是卡无通的，尽赶紧卡。一分钟后，我得收单。来个无啊？就没有了。嘿，另抓你无可能只俗的。家家户户，即阵即个看涨，即组金银花一定要看起来。要开个有。哦，要用得有啦。啊，你大家拢爱开。然后来啊，赶紧啊。啊，益生菌嘛是即卖家家户户拢爱有的呀。啊，无有当时啊，人去当着三更半夜哭哭撞的。撞无咯。哎，咱有即组，咱唔免烦恼哈。你先开一个呀。哎，这胖胖娘娘，连囡仔都爱啉。哎对。都爱吃了哦，这胖胖娘娘啊。啊，那个益生菌嘛是赶快含囡仔个爱好吃啊，益生菌。啊喂，喂，哎你好，来一双，谢谢。光点卡，来你好，哎老师我一招，好的来一双，不牛给你保庇，谢谢啊。我来分吹好啊。老婆生你还点卡啊？您点的歌，您点的歌继续拍啦。来你好，喂，来三双一招金银花啊，谢谢啊。今麦都人听到金银花，大家话小心。这老师无赚钱啊呢？无啦无啦。有咱老婆在说笑，老师真正聊落呀。今麦这个看涨，我赚你的钱无意思啦。真正太没落啦。来，讲不讲讲，讲给你五百九嘛。继续拍，继续走。阿哥啊，阿老婆在给小康电话。五号呀，一星期五日。这首歌曲是咱台中的阿学姐点播的歌。
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扶持咱母娘中天照明。咱今日只个差两位哈，差两位哈，一月日一百块银，一天三块外银，就亲像咱来去庙里拜拜买一个金砖呢。嗯，虔诚的心，无过加开啊啦哈，完全拢唔免咯。这个完成祭祖，包括着遮的这个业障的工课，这卡交代我按怎个把咱处理就好。困难的刚好老师。啊，我先跟咱讲的，迄唔是一天两天啦哈。完成这组，包括业障这工课，这是长期间的工课。这若三工两工，安尼就免烦恼啊，阿伯山。所以你若讲啊，长期间啊，就要搁开足侪钱，安就免。哦，那就算了呵。啊，一月你甲一百块钱，一工差三块外钱啦哈，阿伯山咯。啊，恁食老阿无咧赚啊，唔免这。哦，咱就一摆来看，是要三个月，要半年，先顾巴多卡顾运作都可以的。再家己的开力啦，哦。求一个好人，好人看到好医生，吃到好药，咱身体才会健康。那是身体歹。啊，那迄徛家未平安的官司意外一大堆的，翁仔某、爸仔、囝、兄弟姊妹啊，吵架六家，甲吵万四件的，这咱袂使。妥协一下。哦，啊，过来咱查某人吼，那拄啊少年时阵未晓，也是无细致，囡仔叫八家老的，这有业障啦。啊，这天到半手啦，这该离经啦，这无处理，咱讲人你家己知嘛。哦，翁婿啊不忠囡仔不孝亲像我早看咱无。这种个就是按家己定定讲，啊，都你未顺势就对啦。啊，好奇一下。啊，今仔个差两位啦。哦。哦，个差两位，一位是一百块钱啦。因为你来完满这件代志。对啦。啊，要啷好奇呢？你个电话拍来。上次卖。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留给咱的小姐。来后咧。啊，小姐就寄单给你啊。你收到单了。来去 seven 全家 OK 莱尔富的当寄啊。那我们签名，免等于完全，那我们收小费哦。那免啦哈，来你好哈。喂，我三明姑，嘿，我要和中天照明，母娘给你保庇哈，哦，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哈，来一双，谢谢啊，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来，我要好吃，来母娘给你保庇啊，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哈，来二双，谢谢啊，来你好，哎张伟老师，哎张兰，我要好吃，王姐台北的好野人，来母娘给你保庇哦哈，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哈。来三双，谢谢啊！来你好，我要好吃。咱住伫倒位？诶，台北。母娘甲你保庇哦，吼，身体健康，我你长岁寿啊！来五双，谢谢啊！老师甲你讲真好话。来你好，谢谢你吼。我要好吃。来母娘甲你保庇吼，啊，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啊！来一双，谢谢，哎，谢谢哈。明仔早早起呢，老师来到学堂第一件代志哦。哎，我偷落去，我都爱甲恁拼一摆啦。第二遍咧，像这个时间要做功课，我变第二遍；第三遍较甲咱来名罗里说文，佮甲阿母变第三遍，较靠阿母甲咱做主。这个是按咱今日要做的功课。对，好奇无娘中间照明。来，你好啊。我要好奇。咱住伫倒？住台北。无娘甲你保庇哈。哦。啊，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吼。来，二线来，谢谢哈。来，你好。喂。哟。我，你叫张伟哦。嘿，我是。你张伟啊？嘿，我是啦，嘿。我跟你讲，讲你讲咩？你稍等咧，来，你甲孟小姐。你拢无寄单来咧？你甲孟小姐，哎，你甲孟小姐。恁家普通批啦。咱那个单哦，爱四五刚刚收会掉啦。因为恁家普通批。哎呐，啊，你问我，我唔知啦，因为爱看电脑啦。所以你来当哪要查看嘛呀？你来当看这通电话。哎，你看电话啊，小姐，甲你查啦。用电脑来查。哎呐，啊，无，你问我，我都唔知。哟。啊，有人问讲，啊，你钱有收着无？钱都无经过我，我哪会知？你嘛是爱看这通电话查。哎，拢爱孟小姐，迄种电脑一针五元拢袂走。哎，真正啊，拢袂顶台，拢袂顶台吼。那位老婆三问讲，我敢会当呢替因往生去的亲人来做好事的供电哦？这样盖好啦。哦，可以的哦。咱往生的亲人哦，在生做好做歹，咱卖个讲啊啦吼。咱尽卖回你啊受苦，啊，咱都来交好事，一个月一百块银尔，啊，做功德回向给伊。啊，让伊过来出世做人，咱好好来修。哦，可以的。哦，老婆山，你若讲啊，都要开几落千，开几落万，安顿面啦。那就算了。我嘛不爱人安啦。哦，你看我节目，你就知影我咧做工课，我安尼就是安啦。替老婆山，谢谢哥。这个我的工课，我的使命。安张伟，你观察底恶开的人哦，我这你观察底已经叫恶起来啦。所以这个我的工课哪有多呢？哦，七八九空八八空，赶紧电话跑通下。来，搁一分钟，老师好，没时间。来，你好，喂。哎，你好，哟，嘿，我介绍一下，你稍等下啦，一双，那你报电视边个个时间，唔是讲个时间太爽，大家讲的，你赶紧呢，只能讲个人听闻啦。
我在讲给那个单位听一下。来，你等你的那个老婆婿喽，我来做功课啦。啊，你那个电话继续拍啦哈，来。主持张贵丽家来恭请咱保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哈。在咱这个台中病院八楼 A 号精神病房，黄茂英，中华基督教病院道中医，高溪乡公祭路98号陈希兰，南投病院5219病房罗玉桂，德山镇下坪里帮坪巷15号刘月英。而且恭请咱母娘慈悲来给咱保庇，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那么咱照讲，这位的跟咱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尤明君、尤嘉文、刘书记，各3个日；赵丹金莲6个月；赵雪霞6个月；赵廷伟6个月；赵崇志6个月。赵一良6个月，潘老义宏3个日，潘老嘉良3个日，潘老威神3个日，潘老祖传3个日，丁丽花6个月，潘明涛6个月，听淑女6个月，李碧珍3个日，功德无量啊！三位姐来恭请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啊！我哋当政府小脚小在研修监督公平、做灵通、地位开通、弘扬法界界一形象，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晚来进行对咱的智慧容易。手把青乌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如今清清风味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诸位善信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含咱诸位伫咧做这个功课，小等请各位参加今日这个功德，咱来回向我天顶伫咧杯、土卡伫咧树、水灵伫咧树，一切众生也参加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在过灾民，我愿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参加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个。那么去年呢，受南主人请，给南主请起来，无南主人请相处合掌，心肝来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咱昨昏的这个话题吼，咱讲到着这个克勤其属心，克勤国王心，克勤在普心，克勤官属心，这种属于是在家。一人的身份啊，哦，其实无一定是学问哦，有学问，有道德，无做官啊、哦。那么这灾破就是大神嘛，文武百官嘛，大神嘛。即阵所讲的叫做总理啦、部长啦，哦，官属拢是一般的一个中层的人员啦。实现 BQ 尼、优婆塞、优婆夷心。这种是属于佛的四众弟子的身份，优婆塞、优婆夷啊，拢属于在家学佛的人，乃至沙门、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利益化多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啊！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伊是小乘的圣人啊。虽然断见思烦恼、定所烦恼，阿弥也个同款，也个地类啊。无明还没破，所以有很深的一个禅定，
智慧无献身，也就是无明心见性。所以释迦佛这一拜，依着佛心来实现。释迦佛除了依着佛心实现以外，伊也实现着咱的种种无同款的化身，八千万亿的应化身，拢在咱的这个世间呢。所以释迦佛即阵伊有离咱的世间无，当然嘛，佮有，唔是依着佛心出现道影。咱凡夫依着以为这个释迦佛已经灭度啊，其实灭度只是佛的心相而已。佛如果那是现这个男主心、女主心、天良心、鬼神心，也是基础心、再观心、比丘心、比丘尼心，咱要安怎会捌哩？所以时时在，处处也在。地者大师就是咱的释迦佛再来了，伊实现比丘心，显露身份只是万分之一之二的身份，无显露出来太济。所以今仔咱对着一切人，爱存着迄个恭敬的心啊，爱有迄个欢喜的心。入关我累劫辛苦，度脱如是定难化刚强罪苦众生。这个释迦佛实现，做出一个榜样，给地藏菩萨看了。你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一片无明，正一分发心嘛。所以原告初这个初住，别告这个初地菩萨嘛。哦，就有能力哦，千百亿的化身啊，安尼就会当来随你化身啊。应当都要学佛，广度众生啊。这个《楞严经》顶卷都讲到，观世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伊唔是顶级菩萨。观世音菩萨，你讲到修行的一个经历，修行的依据理论，加着伊方法，啊，以及伊的功夫，翻文文殊性，啊，性行无上道啊，破一片无明，见性了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啊。所以楞严回向观世音菩萨初住，就是发心住嘛，而且是菩萨嘛。那呢，菩提心都多好起来，啊，就有足大一个的能力啊。所以《华严经》顶卷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是第七回向位的一个菩萨。啊，那普门品的观世音菩萨是咱的顶级菩萨。菩萨吼，伊有这个道情菩萨，加着这道位菩萨。道情就是顶角以前对初心位到了到这个法分地，啊，顶角就是咱的道位。菩萨成佛了后，道家诸行再依着菩萨的心来度化众生啊。哦，不，无定现什么款的心就对了。伊有能力，加着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来感应道交呢。所以众生有感，这佛菩萨的有应。佛菩萨一定为咱的今世的众生来做这个精神人，因为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啊，既有未调伏者，随类报应啊！啊，若对恶处受大苦时，汝当意念五载多利天，殷勤付诸，令三宝世界至弥勒出世之来众生。悉数解脱，应离诸苦啊！这个是拄着佛啊受记，这个讲到世尊伫咧拜托着地藏菩萨的代志。我弥调佛者，随业应报，就是讲学佛的人啊，接受着释迦佛的一个教训，未当真正来依教修行，那么这一类的人免不了你会受到果报，随类报应啊。如果因那是对在这个地狱受大苦，那么你应当得来想讲，我伫道理天宫加度化众生的代志来委托乎你哦。所以呢，令三宝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不是咧讲普通众生啊，拢总是去拄着佛法，在这三宝内面做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咱头前面所讲的。十之一二的数量遐尼真济，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
这个时间56亿7000万年，56亿7000万年，所以虚数解脱应离诸苦，无佛受记啊，这个受生佛之记啊。所以地藏菩萨伊用什么款的法门？用咱的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真重啊，所以真大家才得爱护持的时间呐。那么伊这个法门决定的袂当有成就啊。虽然讲这个法门平等无有关家，但是众生根性习染无同款啊，修学其他的法门真难啊，唯有念佛法门较简单啊。所以这部经《婆罗门录》甲着《光目录》拢总是念佛法门，唯有修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真正会当来解脱，来远离诸苦，拄着阿弥陀佛啊，来给你受记安尼。时间的关系，今仔讲我做到这，咱就做回向。张伟念一句，请张伟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这样哈，咱个第一盘开，这两句三句五句甲吞，未扎着原则爱记一咯，吞一嘴，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这么难看地哪里？这么看刷地里面，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火，般般祸患似水消。佛愿每年点灯12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愿富贵无灾，百劫有求；第五愿学业进步，青春快乐；第六愿家庭和乐，子孙满堂；第七愿人间友情，真爱相随；第八愿法喜充满，心神安宁；第九愿家体平安，富贵丰饶；第十愿美梦成真，所求如愿；十一愿合家团圆，喜事临门；中和李小姐点播一歌《心在故乡》。
Hello, I'm 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 哈喽 I'm Dr. Po Chang Li, Director General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The new mask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been launched. Some are asking if foreigners can order face masks online. The answer is yes.